下午这条裙子穿起来是很舒服的，但是不小心挂了一个大洞，丢掉的话太可惜了，拿去补的话要好几百块钱。我把它改造一下，我们在这条线的地方标注一下两寸，这里画过来，然后这样把它画直，画直线，刚才标注的就画直线，然后把它剪下，这样就把它剪掉了。因为我们剪掉这里多余的，我们拿出来给它包边，把它包住。有缝纫机的我们可以用缝纫机，没缝纫机我们用手根把这一圈把它这样缝起来。这样我们改造一下，就改成了这样抽一条边，就改成了一条半身裙，这样又可以穿了，就不会浪费了。你们有这种情况可以照着这种方式的去试一试，因为改出来非常不错的。喜欢阿香的视频请大家收藏转发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